所以有一句话他那种话，上阳肺，下阳肾，外阳脾，运造神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刘凤娇。生活中你有没有这种经历，经常早上起床的时候喉咙就特别的难受，就好像痰扎根在我们的咽喉里，吐不出去也咽不下去，而且伸出舌头一看舌红无苔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又该怎么办呢？今天就教大家一味中药，轻松地把痰给挖出来。其实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讲，是体内燥热形成的黏痰，身体阴虚有热，或者肺脏中有燥火，这种情况就好比身体像一个小火炉，不断在加热体内的津液，直接把津液熬成痰，这个痰就越来越黏，从而形成黏稠的老痰。因此无论怎样咳嗽都不会轻的把痰咳出，或者是即便咳出也咳不干净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就需要一位挖痰的高手把老痰给挖出来。因此这里就给大家介绍一位药食同源的中成药，它不仅能够养肺养肾养脾，而且还是一位挖痰的高手。在神农本草经中也有记载，它可以养阴清肺热，运燥生津。这味中药就是天门冬。天门冬味甘苦，性微寒，可入肺肾而经。它有三个用于挖痰的功率。第一，天门冬可以清除肺热；第二，可以滋补肺阴；第三，补肾阴。中医认为天门冬寒凉的性格可以把肺内的火给扑灭，而且天门冬还有滋养肺肾之阴之功，对于肺阴不足阴虚内热有着不错的改善。不过天门冬药效虽好，也是要在专业医师的辩证指导下可以使用。大家知道了吗？